奋起护家助理，一时亡命，流离颠沛，坎坷，贫困受挫，富足勉强，甚至做迷归途，灭祖心结的结，是真实主。读这段文呐，都会当回想过去，一、这个性改变呐、啊，一点呢，就是这个描述着，描述着。娑婆提一家业尊者，娑婆提开头的长行文、啊、就开始了，开始描述了自己本身的心态、啊、因为呢跟随佛真久啊，确实呢发无好好用心去体会啊，一定呢固守伫小乘法中，这几十年间呢，拢一直是原地踏步，就亲像一个本来都是富家子，细汉幼稚。走失去了，就不知道要回来的路在外面、啊、这样在那流离失所、啊、贫困颠沛坎坷的生活在外面人，这些描述真辛苦的形态，那富足勉强心足，老爸啊慈悲啊，伊会惊离开去啦，做老爸的心啊，永远永远都是挂念着惊，难免啊一定呢都要去找啊，到底呢？家是伫倒位啊？所以，灭诸心结啊！哦，得见呐，好亲像家的形影同款啊！真实，真实是我的家，做老爸的慈悲。囝搁较安怎放荡伫外口啦？老爸既然有囝的踪迹，既然呢看到囝啦，他就已经呢认定是我的亲生囝。这些、啊、表示咱众生懵懂啊，一出去呢。都不知道路通好回来，未记得父母啊对咱的思念，对咱的悲求，确实呢，安尼还佫在外面受尽了真多真多的苦难折磨，还是呢，还佫唔知呀。归途未晓要回来的路，咱每个人本来都有一个真丰富的家庭，人人内心啊都有富家，有一个真丰富的家庭。咱本来呢都是富家子弟呀，是富家人的子哦。那就是一时的懵懂啦，一念无明，所以呢，安尼，咱离开了家庭，
在外面流浪啊，一念无明起，那就八万四千的烦恼门开了。所以，和咱在外面流浪做真多代志，同时呢，上天堂来人间啊，下地界五鬼畜生，五道呢，安尼伫咧流浪失所，真正是真可怕。所以咱爱用心啦、啊，佛陀的心意呀、啊。来人间的莫非就是要爱所有的众生，体会人人本具佛性，人人可成佛，只是干那一念无明。这是佛陀来人间要让咱知影无明啊，要安怎断？断了无明啦，就会当知安怎就行转来咱真如本性的路。来，正面啊，一段文讲：病多足有，饮食充足，见识何乱，如是。可言逆动勤作，真的是证明那个孩子呢，在外面流浪真不容易，老爸发现到了，就要用很柔软的形态把自己呢变壮啦，这样去到伊个囝个所在里去，去甲伊招啊，都甲招来啊啦，招来到伊，果然呐，提起了这清扫个工具，逐工就是安尼伫咧真认真伫咧摒扫，但是呢，这位。甲招入来一老人呐，就定定甲伊讲话，因为印度呢是真干燥，脚手呢用易变吼，会当头保护身躯皮肤，这些有钱的人才有法度呢，所以伊就甲伊讲，你看这个物资这丰富啊，就是咱伫咧做工课吼。你看，人伊嘛会提供呢，唔是食饱穿烧呢，定提供照顾咱的皮肤，病毒足油，有这个油好好咱保护咱的脚吼，这是表示呢，这咱好好甲身躯照顾好好，病毒足油啊。就是表示心通、心足通，吼，啊，意思就是讲好好修行啦，有法度呢，就六通，那六通其中的心足通啊，吼，啊，其实心足通呢，就是咱的思想自由，会当真丰富，那真呢叫做心足通。常常提出跟大家人讲，恁人伫遮，啊，甲恁讲菲律宾啦，菲律宾的街头遐有一群流浪街头的街友，那有看到大爱电视，啊，咱都会去想着讲，哦，菲律宾马尼拉的街头，啊，甲大迄个所在。这么这么温暖的地方，供应给这么多人在洗浴，入去出来呢，焕然一新，剪好头毛，换好衫，各方充足的东西，咱就会想到这样，亲像这样，
贫困颠沛流浪外面啊，那遇到好人的时啊，完全人生拢无共啦，共款的道理吼，亲像咱安尼，明知知影，咱人人本具佛性，真如本性常照，确实呢，咱。就是安尼一地呢，就是也个有无明，也个有在各位在咱的内心里啦，无明覆盖啦，也个有各位心病，都亲像咱饥饿啊、打扫啊，啊连脚手拢闭起啊，这。要做工作真正是真辛苦吼，咱现在即马已经听话啦，内心呢心灵开始应该有财富啊，应该呢有法度通利用，唔只是自己利用，咱也会当呢富有余啊，佮会当去利用去帮助别人。看看菲律宾这群的菩萨，看，伊心中都是有爱呀。除了伊家己厝内底真富有，伊愿意行出来，准备真多的物件，为这家友呢，按设计，那互因平安自在，互因物资。你想，这敢唔就是？心足通呢，富足有余啦，会当行到迄个所在去，想到迄个所在需要，但都身体力行，行到迄个所在去付出啦，同款的道理。所以咱的心灵啊，还是渐渐富有咯，吼、哦，哈、啊，这些因为。有这位长者，唔敢惊啦，安尼贫穷，安尼伫咧受苦，用种种方法来甲咱开导，都亲像佛陀啦。下面这段文呢，安尼讲，有意乱语啊，欲如我主，长者有地，渐灵力。出勤二十年，积足家私房。那一段文呐，咱爱搁再用心看，用种种的方法，种种的语言呐，要安怎来辅导伊呢？下面看落来吼，那由于软语。欲如我主，老爸已经去亲近着囝，开始呢，甲伊讲话，那顺机祷告，修七觉支，八正道法，这开始呢，亲像佛陀对这根基呢，较重小根基的人。三十七座道品嘛，过去呢有四念处，也个有四如意足哦，顶顶啦三数吼，也个有呢二五五斤五两，也个有呢七八吼，七觉支八正道，哎，这七觉支啦。那就是定定法觉知，感得诸法之真伪啦。那么，咱应该爱好好选择这个法法，咱爱入心来呀。咱伫咧学法啦，爱真正爱有正。因为呢，现在的世间真复杂，
下多啦，下见，拢是真容易呢，偏去，偏对下多去吼。这个下多下高呢，看因人啊，哇，真正是真可怕吼。咱学佛，佛家大呀，佛都是觉悟的人，叫做佛吼。所以，咱爱选择，爱选择要信仰的宗教，这是爱真认真来选择啦。啊，伫宗教中呢，要安怎修行，嘛是爱真认真的去鉴定吼。爱好好啦，去找出了真正是解答的咱修行的法门，所以诸法真伪，咱爱好好去找，好好了解吼，什么是咱的真实法，什么是解答的咱的用心修持的法。所以这叫做德法觉知吼，啊，简单叫做德觉知，分觉知同款吼，分一分一分吼，啊，知就是安尼一知一知，有当时阵叫做七菩提分，有时阵叫做七觉知吼，那这都相通啦。所以第二就是精进。那么就是讲修诸道法，无有间杂，这真简单，看字就知吼。咱伫咧修行啊，道法啦，无有间杂。咱修行就是爱一心一志，菩提大道德吼，咱是爱有一个德心。行在菩提道里，无有这复杂的物件，实在是真简单的代志吼，无有复杂啦。所以用简单道心、德心来修行，那反倒当然容易体会，唔通真复杂去想哦。那第三呢，就是。喜觉分，那就是开悟真法，得欢喜。哇，咱那会当啊，就欢喜啊！得到什么欢喜呢？因为法，跟咱的心啊，啊，契合到啦，咱的心意。法到底是什么呢？那么。咱听了后呢，哦，了解啦。为什么贫穷主呢？譬如咱自身的真如呢？这咱的自身的真如，我是我，贫穷主是贫穷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在人事上跟你无关系，但是呢，在道理上呢，跟咱拢有关系。道理是用譬如，因为呢，道理真深，要讲你听无，就提出了事人事来譬如。原来呢，迄、那个贫穷主都是我家己本身呐、啊，我的无明呢，啊、一做一动，所以安尼。真多烦恼无明，走出去都未晓回来，即嘛知影要回去的路啦，就像迄个贫穷主，啊，大富中者已经甲伊接触着啊，身躯边逐工逐工都甲讲话，逐工呢都未鼓励伊呢立志，等待我呢。立志呢，会当取得世间的宝物，这种开始，好，那就亲像咱听法哦。原来我家己心中
啊，有依附当顶的智慧呀，只爱我家己呢，发向心回向，入心回向啦。定那讲发爱入心哦，意思就是讲，你听话听了，爱回向转来家己，家己找家己的本性，咱爱知影，知影讲哇，已经呢，这个路啊。你要到家了，那就欢喜啊！所以叫做发喜，吼、哦！常常讲啊，我做个真欢喜，什么欢喜呢？帮助人足欢喜的啊！啊，完成了一项代志，真欢喜呀！修行者啦，真正呢，有伫咧听话的人，咱也有去做身体力行。做到啊啦，这呢都是发喜吼，那为开悟真法得欢喜，这有怎样方法救着人，和大家人皆大欢喜，安呢咱是发喜吼。那第四呢，就是知觉分吼，知觉分呢。那就是讲断地诸见烦恼，咱起码了解这个话啦啦，咱也知影爱断地哦，断地呢诸见烦恼，咱流落已经呢二十乃至五十，这呢真正是因为。咱的无明，让咱流浪这么长久的时间，流浪这么多坎坷的地方，真正苦不堪嘛。一当阵，咱找到路了吼，咱爱赶紧呐，断除诸见，这个无明的境界。即马开始都爱断啦，修行呢，咱必定爱断除烦恼，烦恼无断啦，会停要断啊的道路是一个真远。你呐会当断一分的烦恼，就是接近一分的本性，接近回家的道路，路有障碍啦。咱来先离开路一障，路障那该离开啦，咱要转去都有希望咯吼。第五呢，就是下格分，下就是爱下去，都只爱断，起码爱下，好，那就是下离所见两着之境。咱既然是修行啦，咱必定呢爱下去了，咱种种的境界呀，过去的习气，咱爱断除呀。不管是名利呀、富贵，啊，这拢爱该断除啦。咱既然修行，爱用真简单的生活，而且呢。唔惊辛苦，一种真简单，无有种种杂志烦恼来困扰咱的心，所以必定爱下下去所见，这个见思血吼，那下去了杂念心，下去了执着的念，那这个境界啦，咱六根六。定啦，一境界呢，那拢该断除啦，唔通受伊，甲咱有因呢都出去，那一旦安呢，这个下，自然呢，咱烦恼都会减低吼。六，那就是定觉分，咱爱定，定呢就是爱觉了所发之禅定，咱的心爱定啦。叫做戒定慧，咱若有修戒，
自然啊，咱的心都袂乱去啊，心无乱呐，断去了五根五境吼，这个根尘境，咱啊断掉了，自然呢，咱的心啊都会定吼，这定觉知啊都会定吼，安尼呢禅定啦，其实。大茶温水无不是邪嘛？咱一切动作啊，心转都是叫做邪。第七呢，念觉分呐，就是讲咱爱思维所修之道法。那外面的境界断除，外面的声音偌定加复杂，咱嘛是。卖去挂碍，咱来专心呢，听咱家己的心声，专心啦，从咱听入来的法呢，来安怎样修行吼？多一个法会当应用伫生活，什么款的方式？听到吼，真欢喜，这都是有伫咧思维所修之道。逐天伫咧听，那咱逐。讲呢，都爱好好思维啦。八圣道证明是七觉知吼，七菩提分。那么过落来呢，就是八圣道分吼，那是八圣道法啊。这真简单，一是正见，二正思维，三正意，四正业，五正明，六正情志，七。正念八正定，好，咱啊会当拢总是正正确的境界，正确的思维，正确的语言，正确的作业，咱的生活吼，还好好保护咱的慧命哦吼，正思维啊，正情志，正念正定，这拢总是咱修行中啦。不可缺少，所以各位学佛啊，在的生活中，希望咱起心动念啊，都唔通离开佛吼啊，行中呢，步步都爱在法中，这呢，才是真正咱学佛呢，那无障碍的路吼，那个路障啦，爱改。离开，咱才有法度呢。安尼一步一步，稳稳呢，等来到咱的本家吼。哈，所以这都是伫咧清扫周围啦，哈，都是爱下功夫，请大家人时时爱多用心嘛。